对啊，我叫我们移动队，我们开始吧。我们最先收人。好，那我们今天这期要赶快开始喽。今天我们来介绍一下角色。我们先打 PVP 好了。我们新角色为主，好不好？我现在身上也都会发光的印记。我们看最后可不可以印到新角色，然后再用图鉴来做一个介绍。哇，剑大叔！霍金的风怎么那么大啊？今天到底是怎样？你不会觉得很奇怪吗？今天外面的又没有台风，风整个超级大。来，最重要的成分来喽，6051 ADF 7，啊，收到了，他有哎、欸，太帅了。那先给你们看一下，这个就是詹姆斯馒头人。欸，是不是上一期有跟大家讲过啊？好吧，那不然我们今天讲这一只技术成熟的、技术熟练的技术加一球兔兔，我们一起把它讲完。欸，其实他们有分为技术成熟、跟技术高超、跟名人艺术家。其实差别呢，就是在于说，对，一个是超级进化，一只是终极进化。那我们今天先讲这一只。我们可以看一下技能哦，这边都是新角色啊，这边大家非常的 follow 啊，因为毕竟它是新角色。嗯，还有它的故事。那我们今天先教蓝色这一只哦，三个技能给你们参考一下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先教蓝色这一只。技术熟练，技术家，艺术家，兔兔，拜拜。